谢谢大家。对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兵役的问题，对，然后在今年的时候终于可以回到这个舞台，就是有各位的台下的支持，才我们今天在台上这样子，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Watch out!
谢谢大家。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久没有表演了，我已经忘记，因为我们有新团员啊。其实大家都好八月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之前都非常久没有表演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所以今天特别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结束，如果觉得有喜欢，我外面有周边，对，等一下可以过去看一下，我带回家，因为所剩不多了。你值得交给你了。我一个晚上不便宜哦。凯伦也不错啊，你看他。凯伦要透露一下价码，你要透露一下价码吗？对啊，我私讯啊，私讯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然后那个都私讯。啊，好了，然后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帮我们粉丝团压个赞，好不好？就是帮我们凑个人气这样子。好。No!